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百花齐放，我是主持人李康庭。假如你曾经不觉意看过一下哲学有偈倾的话，说不定你都会认得我。那我做做一下哲学，因什么解救走过来这个节目呢？那实不相瞒啊，其实呢我读哲学之前是读过设计的，而且呢我还画过动画添。只不過我畫的動畫是非常之咁失敗，失敗到一個地步咧，令我質疑自己的人生意義，所以咧我咪走咗去讀哲學咯。不過咧，你可以放心，喺呢個節目嗰度咧，你係唔會睇到我嘅作品嘅。咁咧嚟緊呢八個星期咧，我就會同大家睇一啲本地製作嘅優質動畫。今次咧，我哋搜集咗20多套唔同風格、唔同題材嘅作品。有啲咧就科幻噶啦，有啲咧就寫實噶啦，有啲咧就搞笑嘅，有啲咧竟然咧係文藝嘅。總之咧，今輯嘅百花齊放咧，簡直就係百花齊放啊！好啦，唔好講咁多廢話啦。雖然我嘅職責係講廢話，但係都唔好講咁多廢話啦，去片啦！手艺喎，我扮得似唔似啊？劲啊，完全唔似啊！哈哈，啊，我又扮似啊你。Doctor Po，尊贵嘅顾客，手术完成咗啦。Doctor Po啊，你好啊，真人靓仔啲喎。狗仔佢流咗咁多血，又冇事噶。大家放心，嗰啲唔系血嚟噶，小狗只系俾红色颜料弹射中啫，有啲瘀伤同受惊过度，留院休养一日就冇事噶啦。点会咁巧噶？咁多动物中咗颜料弹嘅，
一定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大规模动物欺凌事件啊！吓、啊，玩欺凌咁无聊，呢啲人唔得唔得嘅。哇、嗯啊！我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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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话，冇用噶、啊。香港冇动物警察，普通警察系唔会即刻去调查噶。你应该搵爱心白兔侠啊嘛。哦、啊，诶、啊。他專門調查和對付虐待動物的衰人的。你們這宗是顏料彈襲擊案，就是這個叫黑心博士的狂徒所為。黑心博士？他亦都是我白兔侠命中注定的宿敌，遗憾地每次都被他幸运地走甩。根据移工线报，黑心博士今晚将会再次犯案，见你哋骨骼精奇，愿意协助我嘛？梗系冇问题啦，乐意之至。OK 啦，不过唔好太夜，我要赶住翻去追剧噶。乌龟是怎样叫的？哇哈哈，从未见过这么大只的变种猫，我一定要捉你回去做研究。动物这么可爱，怎舍得虐待？黑心博士，你束手就擒啦！红萝卜追命飞镖，劲啊！一击必杀！哇！原先的plan是我们引黑心博士出来，再由白兔侠出手收拾他，那现在怎么算啊？紧急plan B就是我们顶硬上啊！啊！霹雳飞毛腿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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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咦？有古怪啊！这些不是普通的颜料弹来的，里面混入了果酱、蜜糖，还有丰富维他命 C 添啊！但是最重要的是有迷魂药啊，大家要小心一点啊！你不早讲、啊啊啊咦，佳嬸呢？佳嬸，呢啲係佳嬸嘅零食嚟噶，一定係喺佳嬸身上跌出嚟，我哋跟住佢啦。之间有人在后面袭击我，他现在匿埋在那边啊！边度啊？
找我啊？啊，原来是你！原来街心收埋咗喺度啊！佢一只就等于100只小动物嘅研究数据，令我嘅大计可以提早完成啦。乜嘢大计啊？你唔好乱嚟喎！核心博士，或者叫翻你做 Doctor Paul， 你用颜料弹整伤动物，令佢哋嚟诊所求医，跟住可以赚钱。聪明，继续啊！但系你嫌颜料弹赚得唔够多，就开始研究新武器，佢就系超级流感弹。咁你都知啊？仲有咧？你嘅大计系用天台嘅火箭将超级流感弹射上天空，爆开之后大范围散播流感病毒，而只有你拥有独家嘅疫苗，到时你想收几多少钱都得啦。啊！你点会知道我嘅机密计划噶？我咦，我本笔记呢？啊哈！你有臭狐，仲有痔疮喎。Stop！ 我要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度告你哋啊！呢个系吸入过量超级流感嘅副作用，会短暂变成暴力丧尸。落闸放猫，呢个就系激嬲我嘅后果。拜拜。哇！啊！啊！啊！你哋冇事噶，你太唔熟悉街心啦。佢嘅食嘢本能系可以战胜一切嘅。咬佢！哒哒哒哒！你哋咪阻住我发达啊！狂踩，我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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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，哇！诶，哇！我对伏黑泥车冇啦，一招搞掂你。喂，布鞋点挡啊？太极生两仪，铁棍大罗仪。太极生两仪，小虫卡哇伊。我打。啊！弊啦，让你过咗啊！啊！哇哈哈！系我赢咗啦！啊！哇！哇！哇！唔系啊嘛，咁都得！最后都是阻止不到流感火箭发射啊！我哋救不到小动物啦，咁又唔使咁灰嘅，希望在明天啊嘛！咦，你睇下，黑心博士单新闻啊！点解我哋要咁神秘呢？我赶住翻去追剧啊嘛。咁都几好啊，英雄梗系神秘啲好嘅。啊？同志们，又有新嘅动物虐待狂出现啦！出动啦！动物咁可爱，点食得虐待？
點解啲人要畫動畫呢？咁我就懷疑咧，最初電影有啲嘢咧就拍唔到，或者好難先拍得到，咁啊用動畫嚟表達咯。因為咧動畫咧就比電影自由好多嘅。電影嗰個原理咧，基本上就係個鏡頭前面有啲乜咧，佢就會拍到啲乜。咁樣咧，要拍一啲現實世界唔存在嘅嘢咧，其實就好困難嘅。例如啊，如果你想拍一隻怪獸走入嚟，然後踩爛曬個城市咁樣，咁但係現實世界冇呢隻怪獸噶嘛，咁你要拍嘅話，咁你咪唯有整啲道具出嚟咯。但係咧，動畫咧就冇呢個限制啦，基本上咧你想畫乜就畫乜嘅，所以咧動畫係比較擅長咧表達一啲唔現實嘅嘢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就係藝術風格嘅問題啦。電影嘅顏色啊、構圖啊，雖然都可以憑住技術去調校，但係咧佢始終咧都要受到現實世界嘅限制嘅。電影做嘅咧，基本上咧就係 reshape 我哋肉眼睇出嚟嘅世界，但係咧動畫咧個自主性咧就強好多啦。個畫家咧基本上可以全權控制嗰個畫面啊。去到最極端嘅情況啊，佢甚至乎可以違反現實世界嗰個視覺嘅邏輯啊。所以咧，我認為咧唔現實咧其實係動畫嘅一個特點嚟嘅。所以動畫咧就應該咧要善用呢個特性，放膽啲、放肆啲去做一啲唔現實嘅嘢，而觀眾咧亦都要大膽啲去接受一啲唔現實嘅嘢。當所有人仲瞓緊嘅時候，我會分身嚟呢個世界，變成另一個人，做唔同嘅事，過唔同嘅生活，一直以嚟都相安無事。但是原来梦境发生的一切我根本控制不到。每次梦醒我都好想入回梦境，在梦里面我可以好像电影的主角，又或者我可以是一个平凡人，普通到你不会记得我，但我可以放心做自己。有时候我甚至变做旁观者，纯粹享受梦境带给我的感官刺激。一直以来我相信只要学会分开梦境和现实，在这个维度里面我可以继续去玩、去享受、做所有疯狂的事。我贪心想令故事继续，我特登延长梦境，俾啲角色继续演埋落去。但系潜意识将模糊嘅记忆重组，我越努力想忘记佢。它越是在梦境里面重复发生。是时候离开。